shit! OK， 给压力，不让他走。放手啊！不行，我得交闪，自己开早了一点。现在只补了三个兵，给他压力，给他拉闷了，兄弟。速度你咋呱呱呀？他给他俩得死！我是真他妈想拉肚子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往哪儿移呢？我麻了，兄弟。等会儿换条裤子得了。你这真算是会安排事儿呢。鲜血让人慌着。我直接想起来的一个段子，哎呦，兄弟，这能死吗？我妈说我想起来的这个段子是。某人冒号，我妈说我听的音乐很没品味，所以我换了个妈。救不了你。我说我肚子疼，过会我准备换条裤子。如果生活还没改变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赶得过来吗？阿玛提了。臭虫你那呱呱呀，死！什么都逃不过我的鼻子。你越这么说打得越慢，我啪一下挂机了，队友不难受吗？反正我要是听到这种情况，我是会去，别浪的，就进去尽量让队友打得快一点。你说他万一他真的冲厕所了，如果我的队友啊跟我说他要拉肚子，我肯定会打得很认真。哎，干啥呀？这肯定抓不死呀！我感觉副线控的美美的。还手啊！我控线控的美美的，你却让我输的这么彻底吗？哥们儿跑过来一个空大杀手小雨。主要是啥吧，如果青钢影不是站在墙边，我这个大就中了。尽量不要对站在墙边的人放大，狼人的大招碰到墙就会立马取消掉了。如果这个墙你越不过去的话，然后就会失去了他的一个纵向判定。我在座位上喷射，大伙也不知道啊。难道我这会儿还需要把摄像头对准我的座位以证明我没有穿地上吗？啊 ！shit！ 我来了！吸血！我吐了，这不犯大病。我在那儿准备，我在那儿一直想死亡之舞的强度，我就觉得自己有死亡之舞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很抽象，直接来了一波望梅止渴。我还等着死亡之舞回血呢，让一让，我命令你让一让。
看到这么大的狼人朝他跑过来，他很痛苦。W 很爽的呀。直接狂雷不止，指南刀呢？应该直接毙了。打什么点不灭？打什么带强攻啊？基本上就是鳄鱼啊、狗熊啊这种不好打的带不灭。然后好打一点都会带枪，然后奥拉夫和诺克带香味，我还憋得住，进入平淡期了，电型没了，电型基本上不考虑了吧？电型现在组不出来爆发了，以前电型配着100%攻击力加成的这个挺进或者说可血，可以让我们的爆发拉到很高，现在的话它这玩意儿变成基础攻击力了，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，缺那几十点伤害你就是秒不了人，就打不到伤害爆炸的感觉，很多时候伤害爆炸就是多那几十点，缺那几十点。巫妖也改了，电型是彻底凉凉的。好，双 C 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，很好，整挺好的。我这说着买块表，回家买了个十字镐。笑，很帅啊！城市胜利，小丽。我操！一个。哎呦，真的，别人在那强辩狼人的大，好难受啊！他突然往回走，他有病吧？他打架怎么不想着往前冲呢？没有限制杀敌的武器是吗？我真无语。来，你把我自然之力打满，你呀，你不把我自然之力打满，我看不起你，好不好？来跑，你能跑，我他妈就个跟你。来，你跑，来，你跑得了吗？你能跑，我这个跟你姓，搞得跟真的一样。这波呢就叫空大力攻，兄弟们，如果我大大的反而没有这个效果，知道吧？哎，这波就叫空大力攻，哎，非常的合理。谁挡的？直接 A 死你！萨尔光做掉你啊！别拆，我看谁没赢过，我就个高地把他拿下。别拆，我看谁没赢过，我们还有大。发泄，发散。臭狗屎，怎么那么能跑呢？这臭狗屎怎么那么能跑呢？没活过的倒霉魔呀！这会儿就感觉没有那么痛苦了。退潮。